若世界停止战斗，是否还有强权阴谋？黑暗也化为乌有。若没有力量唤醒一切不孤争的自由，怎解开迷途的困兽？当人生风雨恩仇，追寻正道风雨同舟，将会绝世的石油踏遍神州，棋逢对手，唯有提升是不变的追求。正义之花为天下苍生带来希望，宝盒里竟然是颗珠子。既然来了，那就都留下。楚天，你没事吧？天，又是你坏我好事。楚天，楚天，班长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怎么在这儿？不然你想在哪儿？学院后山吗？王院长，您怎么也在这儿？你们在学院后山闯了那么大的祸，自然得有人来收拾烂摊子。很显然，那个倒霉鬼，我就是了。小姨，你最好了。小姨？你是说王院长是你小姨？那她是石院长的外甥女？还不如去找肖老师呢。我去了，可是肖老师很久没来学院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小姨会帮我们保密的。
然人没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记住，别总是惹麻烦，不然下次大罗金仙也保不了你。秋高气爽，回去补觉。就这么走了？对阵那么多妖兽，捡回一条命就不错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啊，对了，大虫子，跟着我们那只虫子呢？在这里。他打开宝盒救了我们，被盒子里的宝珠封印了。总有一天我会放他出来的。对了，小金子，那晚在后山我看见了翟春秋。翟春秋，执法堂的副堂主，起码和他脱不了干系。哼，这个甜面鬼害姑奶奶我在山里面跑了好几天，下次碰见他我一定拿麻袋套他的头。晚了，翟春秋已经带着大批高手离开学院，这天风城怕是要起风了。这件事我自会调查，绝不姑息。再过些日子就是狩猎大会了，你们别再惹麻烦，好好准备。好好好，小金子，你就别唠叨了。我没事了。哎呀，你们赶紧走，也让我好好休息一下。先是佣兵团刺杀，又是妖兽祭坛，兄弟会的话难道是真的？毁灭天风城的计划又到底是什么？恩公，我总算是见到你了。恩公啊，恩公，你救了我女儿，可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。雷老板，你别这样，让人看见影响多不好。大哥哥，好久不见。小妹妹，你是？我现在都继承百亿灵石了，导演快出来，给我把戏加到每集100分钟。道具，道具，快把那货手上的那张卡拿回来，下场戏还要用呢。